陆总呢？哎，副总，陆总被叫去喝茶了。因为今天的处罚通知被约谈了。今天被上面点名通报批评，吴昕一下子被划到不合规的平台，我们短期内企业形象一定会下跌，去让 PR 做一下企业形象的维护，我们要做到全平台全方面的自查。是，咱们公司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平台突然冒出一批新人主播，各种擦边踩线，然后被飞速举报到有关部门，一气呵成，根本没像咱们从前那样用户举报到平台，由咱们自己内部审核员处理。大批量不合规的内容出现，我们的审查制度却没有及时响应，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内部追责吧，先查查看有没有安装。明白。你说，会不会是元真或者其他公司呢？最近我们做的数据比较好，惹人眼红，会是这样吗？出这样的事情，竞争平台第一时间也会被查。他们应该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使绊子。周总，退一步来说，即便是，那他们做的肯定是干干净净，没法溯源了。先别管这么多了，去查查手机 IP 还有地址，如果有线索第一个通知我。明白。我去接陆总了，你先忙。周总慢走。嗯。副总用我用的也挺顺手的。确实有点般配啊。